五一的珍贵老照片，第四张与婉容的合影，最后一张实属罕见。末代皇帝溥仪出生于1906年，生父载沣是光绪皇帝同父异母的亲兄弟，生母巴尔加氏。照片的人物分别是年轻时载沣和两岁的溥仪，年幼的溥杰，幼年时的溥仪与隆裕太后在宫中的珍贵合影，其余的都是官女，难得一见。末代皇帝溥仪与溥杰、润琪以及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的珍贵合影，溥仪和婉容的珍贵合影，两人的颜值都十分出众。末代皇帝溥仪和弟弟妹妹的珍贵合影，照片的人物前排左起依次为运心、溥任、运贤、运宇，后排左起运和、溥杰、运颖。溥仪和李淑贤结婚现场的珍贵合影，溥仪说道，1962年五一节，我和李淑贤建立了我们温暖的家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。溥仪和弟弟溥杰的珍贵合影，两人一起摘菜，难得一见。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